我自己来。哦，好，自己来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我来自中国，我姓刘，刘，大家叫我刘老师就好了。刘老师，刘。这个刘字你们会看吗？可能有学过这个词吗？还没有。来自中国，现在呢，我是过来越南，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这里玩一下，玩几天可能就回去了。有。重新说一遍，我姓刘，大家叫我刘老师就好了。我是过来越南，我一个朋友，非常好的一个朋友，这边旅行几天？旅行几天？几天啥意思？几天了？几天了？没停吗？没挨着。老爱猛爱变成娘娘了，人民娘了，人民娘了。OK， 好。好。我们能够用正常的汉语来交流吗？可以啊。聊天。那我给你，我帮你介绍一下，好不好？也行。这位呢，姓刘，这位姓刘，然后呢，他是中国人，他这次过来越南一个月，然后回中国了。那他是现在是一个公司的经理，这次过来出差来，东丹，这次过来出差。在这里待一个月，明白吗？他是中国人，是公司的经理，这次过来一个月就回中国了。OK， 明白吗？懂吗？有这样。OK， 人家有没有一个刀啊？叫他一，呀，懂了。OK。这个没了啊。มันเคยทุกอย่างจริงๆมันให้ไงให้ละเรื่องเล่นไงให้ละมีมาแง่ก็เหี่ยวเอ้ยสังชีเรื่องสังชีเป็นนี่แหละมันเงยเหี่ยวมันเงยนะเรียนเชื่อเงี้ยเด็กอ่ะเลิกนั่งเหี่ยวจุกแล้วไม่เงยมาแล้วแค่จีบเชื่อเหี่ยวเอ้ยเงี้ยเชื่อโอเคเอาได้你们喜欢听歌吗？音乐喜欢听歌呀我喜欢那锻炼啊我们都来锻炼啊我们都来锻炼啊我喜欢我喜欢那能够用我们能够用正常的一个汉语来说话吗？没关系，他们只是害怕，他们只是害羞，然后呢，能听得懂，但是你要说出来，没关系，你说正常跟他们聊天就可以了。你们在聊天对不对？你们能够做一个自我介绍吗，同学们？自我介绍，从这位同学开始吗？那当然呀。刘老师，你好。我叫阮云英。云英同学。今天我38岁，今年我38岁，现在我在南定旅游工业区工作，我做会计。OK， 好的。OK， 下一个。刘老师你好，我叫阮芳明，今年我22岁，我现在是大学生的，我的专业是会计，跟他一样。非常好。今天很高兴认识你。
很高兴认识你。好的，下一位同学。好，那先过一下，下一位同学。你好，我叫王世熙，今年呢，24岁，我还没有工作吧。OK， 非常好，非常好。来，下一位同学。篮球，很强，他也一样。
mọi người biết ý nhau là gì không ạ? Như nhau. Như nhau giống nhau đúng rồi. Ok. Nào, xin mời tiếp theo.随便，什么都可以。你们吃饭了吗？没有，我还没呢。有，我吃过了，发现了。很早。在中国都是五点钟，下午5点钟吃晚饭。那么久了。在中国，我们的饮食习惯是下午5点钟吃晚饭。 就不能做了。吃喝玩乐就专门这几个点，不管怎么就是吃喝玩乐。嗯，对，喝什么？你们平时喜欢喝什么饮料？可以少了，我这个话就都黄了，都会通畅的多。对，不对，我穷。 Cho nên là kể cả mình hiểu được hay không hiểu được mình cũng sẽ phản ứng lại nhá. Để cho từ vì đấy là mới đầu và tự tin lắm mà chắc là nói chuyện với mọi người chắc mọi người sẽ hiểu. Làm sao không hiểu gì. Rồi rồi. Được rồi. Sửa bên vậy. Mấy bạn nhìn của ta chợt. Mấy sửa bên. Ừ. Ủa mồ lại. Ủa mồ lại của chị. Ừ. Ủa mồ lại của ch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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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Ủa mồ lại 非常好喝。你可以问一下他们喜欢吗？你们平时喜欢喝什么饮料？有。喜欢奶茶。这个。这太贵。哈哈哈哈哈！这花太贵了。哎呦。哎呀。刚才我喝了。 没没没，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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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说一下好吗？那我们再聊一下，我跟他现在简单的交流一下，大家看能不能听懂，好吧？可以，可以吗？我跟他聊天，你们听一下，看能不能听得懂，好吧？刘老师，你过来多久了？你过来这边多长时间了？我过来一个星期，一个礼拜。一个星期，一个星期是莫端诺过来一个星期，哪年的家啊？莫端诺哎 ，OK， 那你来海防第一次吗？不是。你来海防第一次吗？他说不是。根本没到。根本没到。那这次过来是玩吗？是的，是过来的。OK， 能不能听懂？这次过来是玩吗？是的。你觉得海防有哪些好吃的？你觉得海防有哪些好吃的？有非常多。有非常多。有非常多是什么意思？有非常多。有哪些？比如那天我们吃的那个比较特色的烤鸡。烤鸡，烤鸡，还有吗？海鲜，还有吗？那个叫什么？沙拉。沙拉。OK， 吃的能不能听懂？能懂，吃的喝的好的，好吧？好，那还有吗？做海防的最好吃的是什么？
海防最好吃的，我觉得还是海鲜。哦，海鲜最好吃，海鲜最好吃。海鲜有哪些呢？蟹，螃蟹。啊，螃蟹。锅呀，还有虾。虾。还有呢？鱼。鱼呀，还有呢？海带。海带，我们还没听，还没学。还没学。啊，可以了，OK 啊。那你是在海防喜欢喝什么？喝饮料，可乐。可乐，就可乐。就可乐。啊，其他的不喜欢吗？啊，喝茶。刘老师喜欢喝茶和可乐。OK， 好，茶是中国的茶还是越南的茶呢？中国的茶。中国的茶，中国的茶是什么意思？呀 ，OK， 中国的茶跟越南的茶。哪种好喝一点呢？嗯，中国的茶。我个人认为还是中国的茶。OK， 中国的茶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猛，那么盛。浓，没空过，没猛你了，姐，不那，谁不那么盛的 ？OK， 好的。那你家在哪儿？我家在中国广西。啊，中国广西，中国广西是在哪儿？广西，中国。好，你是在。中国学高中吗？我在中国是大学。啊，读大学，在中国读大学。已经毕业了。啊，已经毕业，毕业了呀。你，他在中国读大学，已经毕业了。好，那你觉得海防哪里好玩？海边，海防就是海边好玩。OK， 海防。哪里好玩？海边啦、啊，海边海了边，海边啦、啊，海边呀。你去过海边吗？去过。去过。图山。呀，图山。图山。图山你去过吗？图山。图山的庐山。图了庐山的山，图山的庐山。图山去过吗？去过。去过。好，图山好玩吗？哎，好，有好很多好吃的。啊。涂山有很多好吃的，是什么意思？有很多好吃的，好呀，卢森，那你罗安诺，好。那你觉得这边的海鲜贵不贵？不贵，很便宜。啊，不贵，很便宜。这边的海鲜不贵，很便宜。呀 ，OK， 那你是跟谁一起去涂山呢？我跟我中国的朋友。啊，他跟中国的朋友去涂山。呀，他是你一个人，他你们两个人去，还是很多人去？五个。五个人去。五个人去。好，那你喜欢越南哪里？你喜欢越南哪里？越南哪里我都喜欢。哪里都喜欢，哪里都喜欢什么意思？主要是风情。非常好、哦、空气非常好，空气在多然后你们简单交流的但是没有太多麻雀你们应该能够没有只要给我们提交好了你们就只要能够对对吗就被本来你俩会弄了 OK 你们听我再来说那好那我们这边的学生我们这边的学生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人，我们这边的学生是十个人，都是海防人，都是海防人。刚刚他们没有说，我现在说了他们是海防人，好吧？然后呢，你喜欢什么运动啊？我喜欢打球。打球？嗯、我们班有一个人跟你，不，有两个人跟你一样。我们班有两个人跟你一样都喜欢打球明白吗我们班有两个人跟刘老师一样都喜欢打球好吧那你到这边你在海防买了什么东西呢买了什么哦你买了什么东西你前两天不是跟我说 你买什么吗你买了什么电脑啊哦电脑对吧就电脑这电脑对你买了什么电脑哎，你买了电 脑他在海防买了一部电脑刘梦哎，那多点就把你念了弄眼睛你说就不应该听了刘梦 OK 我们念了你可能烂了我们念了你念了你弄眼睛了
房店。OK。好，那你觉得在海防有很多中国公司吗？你觉得在海防有很多，有很多中国公司。嗯、在海防有很多中国公司。有。那你有没有打算？你有没有打算到越南成立公司呢？成立那个呢？以后，不是现在。以后有打算。嗯、以后呢？上来以后有打算了的，上来公司的，到越南成立公司。对呀，对。你认识海防的中国的老板吗？认识，很多是吧？他认识在海防的中国老板。能的喂，我们是牛主越南。好，那我现在想问你一下，中国汉语难吗？汉语我觉得不难。哦，汉语不难，难不难？难不难吗？难难难难难难，不难哈，难，一点都不难嘛，对吧？好，那你一般几点起床？我中午。中午起床。中午十点、十一点才起床。跟他一样哦，你们有两个。他们有很多共同的爱好，共同的重要爱好。他们有两很多共同的爱好，老弟啊，刘老师，你是什么呀？打球、玩游戏和睡懒觉。十点起床吗？十点起床，对不对？你也是十点起床，对不对？十点，没两点。没两点。是不是？厉害久了。太久了哦，那是效率的哦，比你厉害哦，对吧？那你晚上几点睡觉？晚上十二点睡觉。十二点睡觉。你呢？你们都几点睡觉？回答一下。十点睡觉。晚上十点是吧？好。我一点。晚上一点。啊、凌晨一点。OK。哎呀，没得劲了。十二点，是不是？你睡下睡觉。对。我也是十二点睡觉。啊，我也是十二点睡觉。还有呢？现在我机长啊，一讲。那个我，你要留那个我。我是真。早上还有呢，我十点睡觉。十点睡觉哦，还有这位同学，这位同学睡的十一点睡觉。十一点睡觉，大家睡得比较早，没有那么晚，就你们两个，好吧？好，对，那你平时喜欢做什么？我平时喜欢打游戏。没有了，其他没有了。就工作，除了工作就是打游戏。他平时除了工作以外，还喜欢打游戏，明白吗？对。那你们现在有工作吗？有工作吗？工作几个小时？你们现在工作几个小时？你工作几个小时？我工作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有。啊。哦，老板不一样啊。工作，个小时的，没拿电脑，没补充，没开工，没领导，没领导，也没电，跟他一样。那没电。能不能？他呢？我还没有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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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人。多多玩。啊，很多时间是在玩，不是在工作。好。我还没有工作。还没有工作。
都还没有工作，我来这里好。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哦，就是这样。八。八个小时。八个小时。八个小时。啊，还有这位同学呢，这位姐姐。我工作八个小时。也是八个小时，大家都在上班嘛。对。好，那你是，你的工作难不难？我的工作。难不难？我的工作肯定不难。不难是吧？你们的工作难不难？但是我要思考。要思考啊，对，很多学是思考或者催眠。有很多工作不难，但是要你很多。有很多工作不难，但是要思考很多，思考了你。睡眠，你要思考，你们的工作难吗？难不难啊？不难，我们班有三个啊，这位姐姐，你是做什么的呀？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做会计。你是会计，我们有一二三四个，四位女士，我们班有四位女士是做财务，做会计。那明光子。门外呢？给端，那要思考很多，懂吗？那数学很厉害，因为都是当财务的嘛，对不对？好，好的，我想问一下，你的手机多少钱？这个太贵了，太贵了。还有你的什么？眼镜多少钱？我的眼镜。有烟吗？没有烟是吧？有烟，你要看烟。不要看烟，你眼镜多少钱？我的眼镜中国钱1000块。你想买太贵了，都不知道没学。你带去吧，你看那价格有吗？有没有人价？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几百的？几百的。衣服多少钱？衣服500。哦，500钱，500块。他的衣服，刘老师的衣服是500块钱。他们讲的。对了，给你俩，给你罗天天记好，他会过关。你还有什么吗？还有什么便宜一点的？看一下，不要，这是要电脑吗？电脑多少钱？电脑5000。对，5000。好，怎么1000元？那5000哪里行？五千，那不你包给你们了？没买票，只要买票，懂吗 ？OK，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你在中国有车吗？有。那他刘老师在中国有车。谁啊？老师在中国有车，什么车？丰田。丰田，你还没学。汽车。汽车。就都一样 ，OK。你买多长时间呢？2年。2年，他的车买了2年时间。你自己开车吗？是。他自己开车，明白吗？自己开车。好 ，OK， 那。你现在结婚了吗？没有。结婚什么意思？结婚了，给我。他还没有结婚，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找到女朋友再结婚。OK， 找到女朋友再结婚，找到了。OK， 找到女朋友再结婚，什么时候找到女朋友？我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你们介绍一下。介绍一点，可以啊，你们介绍一下，有没有妹妹姐姐？介绍一下，没有，可以，自己介绍自己好吧？